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生生不息宝岛季迎来二宫第三次节目的录制，这一次的飞行嘉宾歌手有四位进行更换。于文文受邀参加成为新一轮公演飞行嘉宾，于是浪姐三中两位姐姐那英、于文文再次同台竞技。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前面三期的阵容分组：那英组华晨宇、魏如萱、马嘉祺、艾怡良、艾特、陈卓璇、张信哲组张韶涵、张杰、杨宗纬、陈立农、夏日入侵企划陈立。节目的赛制是每一个主题换一批新生代飞行，之前的新生代飞行可以通过每一场比赛的成绩获得邀请卡留下。前面三期、一二期、第三期为一个主题竞演，得到邀请卡的两位歌手分别为陈立农、艾怡良。艾怡良是那英组的，陈立农是张信哲组的。第二轮公演主题节目邀请到了四位歌手飞行，分别是于文文、李艾薇、周斐歌、蔡明佑。而于文文没有分配到那英团队，而是又分在那英的对手组张信哲组。在浪姐三中，于文文开始被两位组长推来推去，最终进入了宁静战队。前面两轮公演均和那英是对手，这次生生不息宝岛季节目组能进行这样的设计，应有如下两点原因。第一，在续浪姐话题，浪姐三在2022年的收视很高，尤其是于文文从开始被艰难选择到后面霸气外露的个性与能力都是非常吸粉的。但在浪姐三的舞台上，由于这个舞台定位不局限于声乐与歌曲，还有唱演和唱跳，让原本不擅长跳舞的于文文有部分舞台成绩不好。但这一次生生不息宝岛季一个纯音乐节目，将会全方位呈现于文文扎实的编曲和唱功实力，与那英成为对手组合也会更具热度话题。第二，两个组阵容人气不均衡，那英组与张信哲组在第一次主题竞演那英组胜出，参加过录制现场的观众也可见这档音综节目有两位内地人气非常高的歌手华晨宇、马嘉祺均在那英组。虽然张韶涵这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宝岛女歌手在张信哲组，但节目现场的观众群体还是年轻观众多一些，他们也更爱看年轻的歌手。所以新来的四位歌手人气最高的应该是于文文，被安排在张信哲组，让两个组的人气更加均衡。最终的第二轮公演新分组阵容为那英组华晨宇、艾怡良、马嘉祺、魏如萱、蔡明佑、李艾薇；张信哲组张韶涵、杨宗纬、张杰、陈立农、于文文、周斐歌。这样看下来，人气和实力更加均衡了。而第二次公演第三轮录制结束之后，马嘉祺会退出节目录制，莫文蔚会来，那么莫文蔚就在那英组。莫文蔚是1993年发行粤语专辑出道，那英是先在90年翻唱苏芮，然后在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出道时间相差无几。这个时候不知道节目会重新分组再立队长，还是那英会把队长的位置让给莫文蔚呢？悬念十足，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以目前的阵容，你们最期待看到哪位歌手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